下面就由我来报告我们高雄新农业改良厂的一百年来的这个成果。报告的内容有高雄厂的历史，高雄厂在多平衡地区农业发展曾经扮演的角色，第三是高屏地区农业环境的特性，第四是重要成果，第五是未来的展望。我们看看我们高雄厂的历史，从1903年就是二合厅农会的附属农场，那这个农会就是由二合厅的厅长左手公鸡他来担任这个农会的会长，这个附属农场也是属于他来这个担任。在1923年就成立高雄州农事试验场，1945年是高雄县的农事试验场，到1947年合并高雄县总市场林业分厂为高雄县的农林总厂，1950年他合并澎湖县的农林总厂为高雄市农林改良厂，分售农业、畜牧、林业、水产及植物五个科。1952年就把林务交给林务机关。那1960年就变成台湾省高雄市农业改良厂。1976年畜牧科就归并市场试验所。那1999年因为建省就改立行政农业委员会，所以名称还是高雄市农业改良厂。另外我们在1965年成立澎湖分厂，1983年成立西南分厂。高雄厂曾经在高屏地区扮演的角色，在我个人认为就是在适当的时期它推出这个适当的品种来提供农民栽培，在粮食生产时期，接着在二合厅农会附属农场时期，我们是在台湾再来到的品种改良方面有相当一个名声，因为在1922年台湾蓬莱稻开始栽培以前都是在做台湾再来稻的改良，像无论顿里是这个二合厅非常有名的台湾再来稻的这个品种。它在粮食生产时期我们主要是以时效的研究为主，我们意识到很多高雄而且是抗病，主要是抗稻热病啊，品质优良的水稻品种。那在离稻发达的时期，我们变成少数品种的一个改良，在50年代。那另外多类作物开始申请的时候，我们在大豆方面，像开始红豆、毛豆。开始我们有做这样的这个品种改良，在稻田转作或转型的时期，我们是以高品质的水稻，像高雄山竹，那另外以外销的这个毛豆、红豆，另外我们加强园艺作物方面的，从80年代是1980年后期，这个我们就70年代的后期，我们开始。重视这个园艺作物的改良。那另外我们是配合政策研发新技术来供农民享用，在水稻生产时期主要是二期做的这个地盘改进，另外我们也曾经办理过一年三座的这个试验，另外在早期我们还有水稻生产技术的自我栽培示范。那水稻栽培机械化的时期呢，我们在栽培技术方面过去本来是七分半属于七分半，那后来我们配合这个机械插秧，我们做十寸跟四寸半的栽培砍出去。另外在开始的时候大型的疫苗中心的设立碰到很多困难，像怎么样把它堆积移出，然后这个将后来发现垃圾袋里这个控制这个鸟的这个病害，
那另外我们曾经在潮州市里举办全省性的学道机械化赛比，包括收音机、收音机的一个代表示范。那转型后转授的实习，那我们是将学院里面对建筑制度的这个研究，这个还有这个在这个其他在这个像现在生态农场的这个有机农场的一个实验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部分要做的工作。那另外高屏地区的农业环境科技，一个是优势的热带农业科技，就是导说性。我们因为是高温的关系，所以种植的时候大概都早熟，所以像很多这个水稻过去来讲，在清黄布节的时候，我们第一期做是四月底五月初就开始收获，所以有这个调整的功能。另外它有一个价格好的一个特性，像黄山的芒果很多这个荔枝都是卖高价，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早熟的一个特性。另外适合秋冬移植的一个气候，因为在冬天它是比较高温，而且是干燥没有雨，那另外在这个时候种植作物它病虫害少，所以我们冬季移植在高屏地区来讲它是先进作物的主要来源，它比我们这第二次做甚至比第一次做这个收入都要高。那另外第三个就是热带果树发挥蔬菜的种类很多，品质好，就成为加入 WTO 有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发挥来讲，像文心兰、观赏风铃、地尔香在屏东县来讲它是占第一，那在苗圃会是占第二，那盘山虎玫瑰，玫瑰是主要中西的玫瑰，占第三名，那火后花、盆花会是占第四名，那总的栽培面积是占全省的这个第三名，其次是占花跟芒果。那我们看看热带果树方面的栽培面积，从这个莲雾、印度枣都是占了全省80%几。89%或86%，那芒果是占了52.9%，那木瓜、香蕉、凤梨、番石榴大概都在40%几，荔枝是33.9%，龙眼是17.1%，杨桃是比较少，所以在热带果树方面，我们这边占的面积是相当大，所以这个种类是相当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的产值，就是以民国90年来讲，它的产值大概是农业产值占全国的15.9%，那业产值是占全国的22.1%，畜牧业的产值是占了全国的27%，在全国来讲，高屏地区的农业产值占了相当高的比例。那重要成果方面，作物品种的改良，我们本场历史的品种有53个品种，但是保有完整记录的是25个，就是先到有10个，等到21个。其实在水稻的这个品种里面，像我们过去高雄122号在一段曾经风行一段时间，这个在韩国那个启文会教授他在尼泊尔的时候，这个高手就在那边表现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像杨子李品种高手139已经种植大概20多年，目前仍然是这个时尚里的主要的品种，在富里关山时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品种。那另外在早熟品种方面，我们过去的高手1号
高雄一心一直要做成在全国不受发达的地区来种植。那另外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品种啊，在多位方面，对于我们高雄厂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重点。在民国40年到83年，大陆方面我们一审了13个品种，它最高的时候的栽培率是有56000公顷。那毛豆是从民国76年开始，我们从高雄省一号，就是跟雅素中心共同的一审这个1号、2号、3号，那到最近我们推广这个5号、6号、这个7号这个品种。这一号、五号栽培的面积大概都在80%左右。那我们毛豆每年最近几年，对国家赚取的外汇大概15亿新台币，比香蕉的出口的总值还要多。那红豆方面，我们从57年到94年，共一审。高雄12、13、56、787个品种，这是在这个红豆主要是我们这边的品种。另外园艺作物方面，我们在70年代后期开始转型重视这个园艺作物。那我们有芋头高雄1号、茄子高雄1号、2号，还有扁豆高雄1号，那个国树印度岛高雄2号，这个是完整的品种。那江花有高雄1号、2号、5号，它有不同的这个颜色。目前我们在进行这个杂架的布置。那作物栽培技术方面，这个在20多水稻正常的收成方面，过去在加州林边这一带就致死病非常严重，那一直是这个没有办法改进。后来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灌排水的这个一个改善，在做了一个大的排水沟。那这个在当时连家班总统还有5个部长、陈县长看过这个试验。那作为成功栽培技术的改进方面，像我跟豆还有这个毛豆的机械化，因为毛豆在这个前几年我们收获的这个人工太贵，那从收获地点到工厂它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它这个品质变得不好。后来跟成都科技大学共同引进这个收获机，那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它品质就可以改善。所以现在毛豆产业能够在台湾持续有这个竞争力，主要也是机械化的原因。那杂播毛豆方面，杂播就是这个收割机采收以后，利用杂播，然后把这个稻草盖在上面，这样的栽培，这个使毛红豆的这个栽培的成本降低很多。那蔬菜方面，这个温室养香瓜在民国61年到65年，我们曾经做了像地秧植，这个还有这个温室栽培，这个做了很多，在彭文祥也做这个陆地养香瓜的这个栽培技术。那芋头的技术主要是施肥方面，另外有茄子加进刚性固定上面增加成果率，那建立夏季蔬菜检疫防治生产模式，这个在西南市场现在也可以有序生产。那黄秋葵的栽培技术在早期主要是说冬季能够生产，所以在9月份中，在这个10月到3月可以收获，那时候就是说可以外销入海，主要是这个乡土蔬菜的开发，这个有蔬菜电动化，还有这个语言。那在花卉方面，早期就是65年的时候，南港公路开始这个造好以后，我们曾经在那边做采种的实验，像长滩湖的金莲花在那边
做采种实验非常成功。那另外玫瑰花空气栽培技术，这个是因为这个只有在台湾屏东，只有在屏东可以生产这个东西的玫瑰。现在这个我们利用这个夏季黄雨，东西可以在空地栽培，利用燕姿这个跟中兴大学朱教授一起，现在这个在高雄，就是高雄县的燕子屏东的区，还有这个长效班上面种后期花的。那另外对橡果花树种栽培跟树根栽培的技术，另外在这个种一棵植物方面，我们收集了很多，这大概有53种。那这个在种苗的繁殖跟盆栽技术，还有这个黄叶子的切叶生产技术方面做了很多。那另外我们收集原生牡丹科的植物有11属15种。那另外也有秋海棠，像蓝雨秋海棠我们就有很有潜力。那文心兰方面，我们这个以外到5月上旬开花最佳。那过去我们回头说文心兰大概上年就要放种，后来我们这个试验的结果，只要在管理良好的情形之下，树龄4到5年，它可以维持幼苗的切花产量跟品质。水果方面，当然以莲雾哦，这个是在像这种这一个方式，可以提早催化的这个稳定性。另外，我们这个抑制过量的性骚可以提高这个产量，这个是。所以另外在金黄芒果果肉裂变，这主要是钙的切合的原因。那似乎这个我们研究的结果，这个钙的吸收还是不太这个成功，所以在发种锁的时候来传授的话，这个果肉裂变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少。那罂粟草产期调节，对我们在晚上的照光，这个可以提早这个喘息。另外利用潮湿跟这个王室带点提高产量。另外柠檬跟四季子在就是因为它春果的产量本来就很少，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修剪的话，那可以提高春果的产量。那这个喘息调节在前2年我们因为柠檬跟四季子这个价格很低的时候，我们为了分散产期，这个我们这个曾经大概做了将近10几公顷的这个产期调节。那一有包荔枝，这个是最近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很有积极价值的这个产业，那主要它收获率是比较低。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试验来提高它的收获率，这个严教授大概他会提到，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作物生物技术方面，我们是1990年才成立生物技术研究室，我们建立了水稻、土匪兰跟茄子的组织再生系统，完成果后花跟异有组织的诱导。另外我们完成台湾原生杜鹃异种源 DNA 的鉴定，会供未来从事异种跟品种保护的辅导工具。另外加工方面，我们是88年这个成立加工处理研究室，那我们也进行发酵的试验跟保健产品的开发，像畜产发酵方面，芒果跟这个的饮料素。那另外水晶发酵方面，像香蕉酒、梅子酒、凤梨乳酸这个产品，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开发。那另外就是这个是凤梨，是凤梨的一个保健的食品。那我们另外现在开发这个荆棘膏，这个在酒屋现在也有工厂，现在这个荆棘这个产量大概假设工厂设置以后，大概就不会
这个有滞销的问题。那作物环境方面，布朗德亚在58年到72年，主要是以水稻大豆合作的肥土管理技术。在73年到79年，也是主要杂粮跟农作物的肥土管理技术为重点。1977年到91年，是主要系列的农特产品的营养管理跟衍生的生鲜技术、作物营养总占及肥土管理。最后我们在莲雾这个黏度藻这方面，还有叶报的移植这方面，我们这里相当多。过去王教授他也经常给我们指导这个部分，张课堂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做得不错。那游戏农业的是我们的应用，另外有生物肥料，还有土壤肥力的调查跟品质的监测。在游戏农业研究方面，这个过去在黄处长跟黄教授他们共同这个研拟计划，在我们这个分厂从1977年开始，现在是第14年。那这个全国唯一的一块试验点能够保持14年这么长久。那根据我们的试验，就是在第一循环作物产量来讲，像深州田玉米跟秋收毛豆，它立即可以增长。那6年以后，在夏收田心跟其他生长。那深州毛豆呢，秋收甘蓝、田玉米、萝卜，它是没有办法这个生长。那第二循环还是夏收的田心跟秋收的莴苣，它增长可以扩大。那秋收毛豆跟深州玉米仍然没有增长。那正常的原因我们简单讲，大概是地理改善还有土壤的病害减少。那我们这个试验点，我们现在扩大变成是一个生态农场的一个实验点，所以这个是在台湾全省是一个最唯一的一块生态农场的一个实验点。那植物保护研究方面，我们就早期这个冯彦平厂长来说，他对这个现场的工作做了相当多。另外这个在后来这个黄叶兵跟黄伟兵跟刀细满对研究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那最近是在贵农药房子跟长效型东方果实应的优沙系的这个研发，这个优沙的效果会增加1.5倍到2倍，这个可以差不多4个月我们再换一次这个甲基丁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黄寮加工林间做这个就是实验，希望能够把这个固沙剂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那牙周种植项目所的生活史正在实现广制，这我们也在进行。那农业季节方面，田间的作业季节主要是豆类栽培的季节，像早期是熟插式的豆类过熟期，然后二房式的豆类过熟期，然后是大豆的脱离期，到这个比代式的豆类联合收期。这个大概我们曾经在省政府的时候获得这个特别奖，因为大概在台湾来讲最成功的一个联合收获期的这个研究。另外我们也做插秧间生殖式危机，然后这土壤粉碎机，这在疫苗中心用了很多。那最近我们有果树材质粉碎机，这个可以，因为高屏地区热带果树很多，那比较烧的话它这个环保经常会受到处罚，所以现在我们利用这个果树残值粉碎机的话，可以减少它这个污染。那在售后处理的以加工的机械方面，我们曾经发展连续性的芒果酵母机、切片机，然后萝卜的加工机械、印度岛的加工机械跟分解机械。那棚埔区棚埔的农业改良方面，
早期是以高粱干洗花生为主，高粱在民国1967年推广1200公顷，那落花生是我们一城澎湖1232品种，那甘薯红心为是从晋南引进，那园艺作物方面主要是在嘉宝花，那我们一城在澎湖32，洋香蕉在澎湖来讲过去有风行一段时间。第三个就是耕地防护林的建立，因为我们赛前说这个农业的森林对防风效果最好，那在这个防风林之下可以重点来施展这个作物，那这个是利用新会让我们，这个是跟亚硕中心合作。那农业推广方面，我们有一个山地农村的广播教学节目，这个是在民国65年开播到现在，这个已经27年左右。那另外就是一般的天天推广的书刊，农讯、农气报道，家政食谱、农情半夜刊，另外就是辅导传销班，然后在农村青年中短期的农业专业训练。那农业青年方面是辅导这个产业策略联盟的成立，那农产品的汇集、包装、技术的改进，协助国产水果的品牌认证。在未来的展望来讲，我们这个走过来100年的这个长线，这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是期待再有一个100年的长线。另外我们是全力以赴建构北塘成为热带农业的试验中心，我们希望育成更多的优良品种，开发更多的新技术来供农民采用。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签这个新厂，那我们签到凤海凤农场有54公顷，那我们今年跟明年是买土地，那后来我们开始建设，这5年大概到民国96年就可以完成迁厂。那这个迁厂的地点是在屏东县这个农业生物技术园区的范围内，所以将来我们可能跟这个园区会互相配合，加强这个生物技术的研究，来创造更高价值的农业新产品。另外就是我们加强生态农业的推动，让农业成为有多功能、多目标的一个获利产业。第五个就是说，我们希望培育更多的优秀的现代化农民，来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以上我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的把我们高雄区农业改良场过去到现在研究成果，向各位这个长官、各位各地、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来做一个这个简短的报告，谢谢各位批评指教，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团长。现在呢，请大家休息。在这里要先报告一下，就是说明天是我们本场的场次，请各位贵宾也可以。